音樂咧就淨係一個音樂嘅聲啦，即係可能係演奏會嘅聲啦，音聲音啦。咁但係 soundscape 咧就可以包括埋環境嘅聲音啦、噪音啦、其他機器嘅聲啦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覺得聲音藝術係最有感染力嘅。用一個 soundscape 去表達一個地方係好直接嘅，你會知道啊，呢個係香港嚟嘅，你要聽到人講廣東話嘅。最喜歡是人的聲音，人說話的聲音，是真的很很親切的，聽到有人說話 是非常之開心。以前我都曾經跟過其他媒體的合作的，陳福善這幅聖誕老人拜訪圖是一個很長的手卷，有很多人物在裡面的。在陳福善的畫作裡面，我感受到的是一種真誠，沒有拘束的，好玩的，自由的。那今次給我最大的不同的感覺呢，就是非常之好隨意啊，又好貪玩的手法去表達不同的人物。我們一起集體創作的作品呢，就是跟陳福善的一幅畫是有關係的。魚在陳福善的畫作裏面是很重要的，於是乎我們就想了這個題目就跟魚講有關的。觀魚聽講的其中一部分是一個魚鹿的箭住的一條聲景的。我在這個 project 裏面就我們收集了很多的聲音變為一個聲景，即是 soundscape，包括一個博物館附近就收錄到的聲音，我覺得是很有趣的。音樂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，將一些現實的和抽象的東西放在一起，我覺得個結合都挺有趣的。我覺得挺特別的，你可以聽到那些聲音，你可以想像到個 image。我哋有不同的作曲家啦，就是處理自己的某幾分鐘啦，用啲人啊、魚啊嚟做拼貼的方法，其實好影響我。好似我今次寫個音樂，我會好想做好多 fragment 嘅嘢，同一樣一嚿碎片一嚿碎片拼埋一齊。本身香港是一個中西交匯的地方啦，香港藝術館其實是將不同的藝術品匯聚入去啦，然後我的作品咧就係喺場地上邊，試圖將人流啦、群眾啦匯聚喺藝術館。咁人生本來就係充滿住悲歡離合啦，俾咗觀眾一個體驗啊，就好似人生咁一趟旅程，都係你體驗咗你嘅人生。我希望可以用埋多啲自己嘅肢體嘅動作，用多啲肢體語言去到帶動到其他嘅觀眾，去或者話係去吸引到其他嘅觀眾，去對呢個音樂有更加多深層次嘅了解咧。每一個聽眾的聽到的東西咧都不會一樣的，他們的感受都不會一樣的，但是我們都很想在這個 project 裡面藉著聆聽這件事咧，是去幫他們啟發一下究竟可不可以更加多聆聽身邊的聲音啊，這個社會的聲音啊，甚至乎我們的音樂的聲音的。將觀眾啦，或者係將嗰個環境咧變成魚嘅第一身嘅時候，點樣去感受呢個世界？希望能夠帶俾觀眾一個好好嘅回憶，好 enjoy 一個 playful 嘅 performance。